拍拍你。哎，你在吃什么啊？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卡妹，你叫阿妹干嘛？卡妹呢？啊？你应该再买一只啊。我们家养过了，我养了好几年了。哎呀，你也在笑。有没有训练过？有，他会讲话啊，他讲很多话，可是我没有，我只有录音啦，我没有录影。那个时候，哎，他真好想，哎，你拔那根草拔起来，他就会跟着你。你这样，你手指伸出来，看他会不会飞到你的那个手上。我刚才手指伸出来，他就。是啊。对，你们的手太小。狗狗来了。啊，狗狗。哦，当狗遇到鸟。狗来了呢。狗不行。它会咬呢，对啊，因为它比较小只。好了，走了，你叫它什么什么？走了，你的这里，走了，走了。Hello。他想把它克了。它走路好好玩哦。来，卡妹来。欢妹啊，欢妹，卡妹啊，卡妹啊，我们是欢妹啊，卡妹啊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。那叫什么名字的鹦鹉？哎，他们有一个人在训练。他奇怪，我明明就好好，妈妈给我拿。